我不管你听得懂听不懂我的话，但我认定你是明白的。一个人对你30年的爱，你怎么可能感受不到呢？ 你只是在装糊涂，用这种方式来拒绝我，对不对？我要吃药了。月秋，我们没有多少时间了，我们现在是过一天少一天，你总不能对着一个清醒的人糊涂一辈子吧？ 是不是？他俩说，我该吃药了。我可不可以请求你来照顾我？我可不可以有多一点的快乐？ 汉文愿意的，他会愿意的，因为他爱你，他会希望你快乐，他会希望你有个伴儿。我们都了解汉文的，不是吗？他从来就不是一个自私的人，他那么爱你，他会愿意的。 汉文在天上，可是孩子们在身边，家在身边，你的妻子在身边，一日做父母，一日是夫妻，就有一日的责任。汉文不自私，我们能自私吗？ 我们对得起身边的这些责任吗？我们不可以啊！燕秋，你看着我，看着我，孩子们都已经大了，我给他们的也都够了，秀女跟我之间。 已经到了真的无法再相处下去的地步。我可以放弃一切，所有的事业，所有的财产都给他。我一文不名的来到你身边，你愿意收留我吗？是你照顾我，我们老来作伴好不好？你要名分，我名正言顺的在一起。 如果你要做一辈子的王太太，我也赞成，一切都依你。燕秋，我已经跟秀女提出离婚了，别怕，是她先提出来，我答应了。离了婚。 我就是一无所有的老头了，你不能不管我。你忍心不管我吗？张静，你太冲动了，你何必为了我？我为了我自己，我为我自己。 一切与你无关。你是汉文的，你的人，你的心。
这一辈子都是属于汉民的。我只恳求你能够把人生当中最后的这一段时间交给我，让我们俩相互扶持，一起走完这一段路，好不好？王小姐，我真不明白你们为什么不把母亲送到疗养院去呢？我们认为他在家里会比较快乐。会吗？据我了解，他通常都是一个人在家的，连个说话的对象都没有。其实精神病患者比一般人更需要伴侣跟朋友，需要被关注。所以以前你弟弟还在的时候，你母亲的状况比较好些，那是因为他有付出跟关怀的对象啊。多考虑考虑吧，谁也不愿意像这次这样危险的事情再发生了。哦，还有，这次出院之后记得回来复诊，而且频尿比以前高些，一个礼拜至少要两次，我们要为他做心理追踪治疗。我知道了，谢谢你医生。去楼下散散步，赵树来看他，他陪他一起去。亮亮，我们不能永远不见面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是兄妹，又不是敌人，有必要这样彼此敌视吗？就算是敌人，也有可能是一位可敬的对手。王子轩，你并不值得我尊敬。我承认，有些观念做法上，我或许是急功好利，但我这样错了吗？你也站在我的成长背景，替我想一想。当你们，你跟妈妈跟小敏，一家三口，不管疯了也罢，病了也罢，当你们紧紧相依偎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只有一个人在国外看着别人的脸色过日子。那是你自己选择的。 OK， 那是我自己的选择，是我自己要跟姑姑走。可是我可以不走吗？当然可以。当然不可以。我走了，到了国外把书念好，有好工作，好的发展，好的前途，赚了大钱，不是更有能力照顾妈妈光耀门楣了吗？你出力照顾妈妈，照顾小敏，我用心证明汪家有优良的血统，没有人再敢质疑疯子生不出好孩子来，这样有什么不对呢？你证明了吗？你是个好儿子了吗？对不起，我没有看见，我只知道你一回来就不停的钻营，你利用我们的妈妈，你嫌弃她，但是你利用她。亮亮，来，你自己看看。看到了没？有人陪他，跟他说话，陪他散步，他很快乐的。其实精神病患者比一般人更需要伴侣跟朋友，需要被关注。赵叔跟妈是老朋友，他们有共通的话题，有共同的回忆，有相通的言语。亮亮，这是谁也比不上。他们认识的人我们不认识，他们会唱的歌我们不会唱，只有他才能让妈开心。但他是别人的先生，他是有家室的。
所以你反对？我是不愿意我们的妈妈成为第三者，即使是快乐的第三者，你也不愿意吗？爱情无罪，快乐有礼，现在是他要把该还给我们的还给我们的时候。还给我们？是赵叔叔吗？不是，快乐，是我们妈妈的快乐，是友谊，是温暖，这些都是我们妈妈应该得到的，不是吗？子权，你在强词夺理。是吗？亮亮，你觉得你是不是第三者？你觉得赵世芬知不知道惜福，知不知道感恩？你觉得陈忠威可不可怜？如果他们要共同生活30年，那样的婚姻生活可不可悲？现在你还会觉得我强词夺理吗？结束一段不愉快的悲剧难道也错了？但是他不应该由我们妈妈来结束，他是，对呀，他每次站上台上唱那些什么，亮亮，妈，亮亮，去散步了，哎，亮亮，正好你也在这儿。我已经决定要跟世元他母亲离婚了。你放心，我没有，也不打算取代汉文的位子。这件事与你母亲无关，我只是要恢复自由之身。那样的婚姻没有必要再延续下去了。他还是要离婚吗？他要归他要啊，你怕什么呀？肚子里怀着他孩子呢，户口名簿上顶着他的姓啊，晚上睡觉还得头靠头呢。赵世芬，我告诉你，这就是夫妻。你不亲自，他能怎么样啊？嘴巴里好像说不信，其实他心里早就认了。男人嘛，为了孩子他不会离的。我说赵世芬呐，你就看看你爸爸，我们不都吵吵闹闹30年了，他离了没呀？对，也许会对我没良心，可是他对他姓赵的儿子女儿啊，他孝顺得很呐。为了给你们一个健全的家，他不也只有认了？可是他现在也要跟你离婚了。耶，那我不理他呀，哼，他在气头上我就躲，他要太过分我就跳出来嚷嚷嚷嚷。30年不也就这么过了呀？可是我觉得这一次并没有这么简单。以爸的个性，他可能就真的这么打算了。哎哎呸！干嘛触你妈眉头的？我这几天都已经够委屈了，天天给我住俱乐部里去，早送银秋我也没吭气，他还能有什么打算呢？哎，过两天了，大伙气都消了，他不也就乖乖的回来，当一切都没发生过。那爸如果一直不回来呢？哼，老狗走不远的，我都不跟他计较，他敢一直不回家呀？哼哼，你看吧，我说的是不是啊？这不就回来了？哎，算他走运呐，要在我心情好的时候回来，要不然跟他没完没了。妈，哎，我先上楼去，你坐这等你爸。哼。妈，
妈，你，你爸呢？干嘛呀？爸还坐楼下？没回来，还出医院陪那个宋云秋呀？老刘说宋云秋已经出院了，爸他把这个交给你。这什么东西啊？给我封信干嘛？替我看看。哼，人不回来，给我个道歉信有什么用啊？这几天我想跟各部的主管开个会，你看是安排在明天还是？冯大夫人，这什么意思？这什么意思啊你？李岩，这事我们明天再商量吧。是。你不准走！我们的家务事。不要为难外人。他是外人，他跟这件事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他妈妈巴不得当你的内人呢，他会是外人？你给我留在这儿，好好的听着你那封妈妈要跟你赵叔叔干些什么好事了。子萱，没有你的事，你可以离开。你敢走？你今天走出这个大门，你就休想再进赵氏，休想再吃赵氏一碗饭。对不起，不打扰了。黄子权，你现在应该知道，不是每一个人都稀罕留在赵家吃这口饭的。赵青，我说了，一切我都可以放弃。